其实是送给我上辈子的情人，也就是我爸，在我心里面的感觉啊。然后，对啊，反正猫是情人节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嘛。好啊，写好第一个问题了吧？写好了，写好了。猫是情人节什么意思？啊，猫是情人节在什么意思？你要不太懂，是两只猫。因为我们之前在桃园表演的时候。就是依婷的朋友帮我们拍了一个那个，就是今天大家进来看到那个海报啊，就是大家拿到那个小卡上面那个，不觉得很浪漫吗？好浪漫，
我跟我哥就是有点浪漫。我觉得那个超精致的。对，你们知道他是我哥吧？吓到。就我们有点浪漫，看起来，因为我们长得不像吧。对啊，之前去外面表演，然后最后那些表演团体的认识的朋友竟然说，哎，他们不是情侣吗？不是。对啊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关系是什么。但今天正牌女友在场，所以我也不能太造次。没事，大家都看。开个玩笑。对啊，然后想说，那就来弄个情人节吧，好像蛮好玩的。